这一讲我们讲的是行书的写法。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行书的形成，这一讲我们要讲行书到底是怎么写的。天下有第一行书是王羲之的，有第二行书是颜真卿的。我们就把王羲之的《兰亭》给大家写一段看一下。首先我们要讲这个笔，古人讲过选笔有四德，笔之四德，兼其圆健。那么什么叫兼呢？我们这笔一定要兼。什么叫其？我们笔打开了以后，捏扁了以后，上面应该其。笔啊要圆，还要使用起来要健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示范给大家看一下。笔一定要舔圆尖，不能蘸墨蘸的特别多。这虽然是小技巧，对写字写好非常有作用。写字是写，不是做，一定要我们写的连绵不断的感觉。我们还是要求写跟袁大一样，知道他的用笔。这个就是《兰亭序》的写法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《兰亭序》就是这样写的，啊，写《兰亭序》，我们写行书，我们还也是要求写的跟它一样大，一样大小。我们讲到《兰亭》，我们不得不讲到魏晋时期的书法。魏晋这个时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，它非常动乱。当时这个时代呢，有贵族世袭制。就等于说你父辈做了官，你会有一份不错的收入，但是这个时代非常动荡，你要做官，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被杀头。哎，那个时代一些文人就开始追求一种自由精神，当时儒学在衰落，崇尚的呢是道家老庄的思想，他们追求的是玄学精神。当然当时候还有佛教的最初的传入，这一批艺术家在追求个性的发挥，极致的发挥。那么我们称为这个时代是一个人文精神真正觉醒的时代，在追求自由的精神。这个时代有很多书体同时并存，有大草、章草、金草、楷书、行书同时存在，所以这个时代是我们中国美学的高峰。我们可以看这个时代有很多伟大的书法家，第一个我们就讲兰亭序。王羲之这个字的时候跟他其他的书体不太一致，发现了有一个特殊的现象，他这个字特别有尖的感觉，好像我们在讲尖的东西不是特别好，有这样一个说法。为什么兰亭是这样子尖的呢？那我们看看兰亭，就是王羲之其他的书体是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好像它的起头没有那么多太尖的东西，不像我们的兰亭有那么多。
这也是王羲之的，没有那么多奸，奸是不好。为什么他有奸？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，他没有那么多奸俏的地方，为什么兰亭有？我通过研究，我发现唐朝有个书法家虞世南也临摹兰亭，因为兰亭当时都要临，是书法家都要临。他临的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他的字里面去掉了王羲之的奸的感觉。我们再看下一篇，也是去掉了王羲之这个奸的感觉。为什么去掉？因为他觉得奸的不好。有人在学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是不对。我们设想一下，王羲之当时到底在什么状况写下来的这个字？当时有朋友邀请他到兰亭周围啊，大家吟诗聚会，他会带自己的毛笔去吗？王羲之不会，对不对？他可能是用了别人的毛笔，不是他自己的毛笔，这种功能他不适应，而喝醉酒以后写出来的。他其他的字是不带这种字体的，他不像现在书法家啊，出去笔会带了毛笔去，他一定是不会带的。因为魏晋人是特别潇洒，他不会为了写几个字去卖钱而带着毛笔出去的。那么虞世南在写，还有褚遂良在写这个字的时候，都是把这个奸俏去掉了。所以我觉得王羲之在去的时候，他用的不是自己的毛笔，他不太适应这个笔，所以他自己说，我以后再写写不出这个字。为什么？他其实有点嘲讽自己而已吧，我想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在学兰亭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个奸俏去掉，这个尖角是非常令人不舒服的。我觉得这个字在临的时候，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去掉这种不好的东西。那么行书怎么临呢？行书到底怎么写呢？我要求，我们前面讲过十七帖，我们是从笔划开始磨，第一章再磨几行，我们也是要求大家磨一行你就会写这个字了。这是一种方法，找到它大小和运笔的感觉。我们前几讲也讲了字形的规则，你可以把字形的规则这种原理，我们又讲了线条，又可以把线条里的原理运用在这个上面。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要求先写啊王羲之的圣教序，圣教序里面的心经啊。我们再讲一下圣教序是什么东西。在唐朝有一个和尚叫怀仁和尚，当时王羲之的字在唐朝还有非常多的时候，他花了26年把王羲之的字啊，有圣教序里这个字都给集，用了26年集出来一本帖。我们后人学行书的范本叫圣教序。那么这个范本是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书法家是必学的，就像我们学十七帖学草书都是必学的一样的一个范本，经典的范本。在他这个后面有一个心经，是怀仁集王羲之的字写出的心经啊。我们现在要求大家磨一遍。好，我就先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写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其他的要求，我们在磨的时候我们要加一个思考进去，它到底空白是多少，写的笔划的地方和空白到底是多少，这样才可以写到精确。我只磨一个，我就告诉怎么写。我的要求还是要一样大。为什么一样大？因为一样大，你写字的动作是跟古人一致的，容易找到它运动的感觉是一样的。我只要求磨一条，笔还是要填好啊。注意空白，
一定要注意，所有的学习它是在思维里面，手是跟思维走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再临一个，临摹一个，一样对着。要写的一样大。注意它的空白的大小。我们不是描像就好，我们一定要找到写字时候的运动感。好，这样子以后我就不描了啊，大家可以继续描一行，只要描一行就会了，我就可以写下去给大家看。一定要对齐，对得越紧越好，你越能容易找到感觉。这就是对临开始了啊，对临，对临的时候要找到它的动作和大小一致。写字是找到顺手，发现没有，我临的跟它对应的是一样大小，所以这样写呢，你在熟练了以后，你就自己脱开原稿也就会写了。好，这是一条，所以首先大家磨了一行，然后对着写一样大小，用笔我们讲过线条，讲过结构，大家就应该注意啊，其实这就是我们讲的行书的开始的练习。现在大家就可以开始用我现在讲的方法开始练习了。大家现在已经都会写王羲之的《圣教序》当中的《心经》这一部分了，那么过一会儿大家还可以写写《兰亭》。那我们现在讲一讲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，它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，其实它就是一个悼念他侄子的一个文稿。我们可以看它的率性和直接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字。注意什么是行书，行书就是用了草书的编旁部首，又有楷书的这种比较认真的一种布局布白的方式产生的一种字体。这种字体呢，有偏于楷书，可能就叫行楷；有偏于草书，就叫行草。我们发现颜真卿这个字里面有行书也有草书的意味，它也有连带，连带是从草书来的，里面有草书的写法。颜真卿这个字有一个什么特点呢？朴素厚重直接，朴素厚重直接。我们在看行书的时候，我们还要注意它的布局，你看它有的地方连，有的地方就断开，发现没有，如果都是连也不好看，哎，都是空也不好看。所以它里面有什么呢？有一种不精心，有一种直接，它还有涂改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它性情直接的表达。这个字写得非常有激情，非常有愤愤不平的一种感觉。它有的聚，有的散，有的细，有的粗。所以我们在临写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做，我们要写出这种自如流畅的感觉，就能得到它的气息。我们再接下去讲，又有一个
就是我们讲过淳化阁帖是研究帖学的一个大宗，但是这里面有什么呢？它是有刻本和摹本的一个差别，因为王献之的字已经是真迹已经是没有了，到现在一个都没有了。这是唐朝时候的摹本，我们可以看摹本里面可以看出笔迹来，可以看出他的整个书写的感觉，因为它是双钩填墨出来的版本。淳化阁帖里面也收录了这一个帖，叫二十九日帖。他这个帖跟颜真卿的比，他就偏于是什么？是行楷的感觉。颜真卿那个字既是文稿，是偏于行草的感觉。我们看他的刻本，往往刻本就学不到他的真正用笔的感觉。所以我们现代学书法比古代学书法条件要好，好在哪里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它有印刷术，我们可以把很多博物馆的资料，可以把很多传本墨迹，我们可以当真迹一样的去看到它。还有我们现在有博物馆可以观察它的真迹，观察到它的真迹。所以我们在写淳化阁帖的时候要参考写传本墨迹。王羲之有很多传本墨迹，就是摹本，所以这里面我们在书写的时候我们就要参考，互相补充，通过摹本学到用笔，通过淳化阁帖知道有那么多字形的变化，两者结合才能真正得到魏晋笔法。我们再看一下王羲之字里面的这种摹本，几乎王羲之的字都是这么写的。王羲之的字还有一个特点，是他每一个帖都是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。怎么才能得到这种感觉呢？叫凭性写字，凭自己的内心去写字才能得到这个。在这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呢？是要你得到笔法。我们可以看这个就灵动秀，这个就圆润浑厚，这是快雪时晴帖，这也是摹本，这个非常浑厚，哎，这个也是，这个叫灵动啊，流畅，这是他的草书。我们只把他的摹本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王羲之的草书，这个就是金草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被称为下真迹一等。为什么叫下真迹一等呢？就是等于他可以见到王羲之的用笔，刻本他经过磨损圆润，找不到他真正用笔的感觉，所以我们要结合起来学。这也是，这有受印的感觉，发现没有？也是他的行书写得非常好。看啊，这个都是，这个就厚和大气，哎，这也是王羲之的字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这个写得非常精确。看他这个，这个是杨凝式的帖，浑厚。他有一笔有点失误，这一笔横有点失误，但是我们看一件作品的时候，我们以总的基调为上，不以一笔两笔论高下。我们现在讲到这里，我想再把王献之的这个二十九日帖写给大家看一下，也就写一行。王献之这个帖我给大家再看一下，就是魏晋时候写字有一个特点，他总喜欢把第一个字第二个字写大写重。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帖都有这个特点，我现在写给大家，写一行给大家看啊，古人是怎么写的，先很重的写。可以看帖啊，大家可以看看我写，再看帖对比，写重，这是缺损的一块，这一块是缺损的，我们要补上。写行书要像走路的感觉，不急不慢，
要从容不迫。那走横刺啊，注意，那走横刺，注意，哎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么你看到我怎么补了一下呢？古人有句术语叫不足越补，就是我这有个笔划不到的时候是补一下，是允许的，但是不准描。其实在三国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发现，考古发现改变了我们很多的观念啊，对书法的观念。我们都以为荆草是在魏晋时候产生的，也都以为楷书是在魏晋时候产生的啊，还有我们讲的行书，其实在这个之前都已经有，它的历史的变迁是渐变的，哎，不是突变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些资料，这是考古发现，这个有楷书的意味已经有了。按照道理，那个时候是应该章草为主啊，章草为主的时代，它怎么会有楷书雏形的存在？这时候还有这个章草的意味存在，我们可以看下去啊。随着我们考古资料的发现，它会有很多的不一样。我们看到这个仓字，一个面字，这是最早的楷书的雏形，但是它又带有隶书的笔意，看到没有？这种转弯还带有隶书的笔意，这也有楷书的意味，但是它又有隶书的写法，这个时代同时并存着，有点像我们的荆草。所以整个历史的变迁，它不是突变的，它是渐变的，不是某一个人，不是说啊谁创造了行书，谁创造了楷书，谁创造了章草，它是一个历史的应用的变迁，会有每个人不同，会产生不同的这种感觉。我们再找，这个是章草的写法、荆草的写法和行书的写法，这是一个地方考古的资料同时并存着，所以随着资料的丰富，可以填补我们很多的知识性的不足啊。也许历史上会重新再改写。再看，这是典型的楷书，典型的草书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书法的变化和变迁，这是楷书的写法，这又有行书的写法。随着资料的增多，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会越来越丰富。这是章草。那么在历史上还有很多伟大的行书书法家，比如说苏东坡啊，比如说王洵的《伯远帖》，有的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，有的被天下第四行书。我们可以看，这是苏东坡的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，非常刚硬刚强，有性格。苏东坡所有的大部分的字写的是扁扁的啊，有点受中游的影响，但是这个字是跟他的不一样，写的特别刚硬，哎，流畅，是他的字。我们再看天下第四行书，这是魏晋时候留下来的唯一几件名家书法的作品，叫《伯远帖》。我们也看了他的硬朗潇洒，书写感非常强。今天我们讲了行书的形成、行书的写法、行书的几个特点，哎，我们大家要不断的去体会各种行书的写法，把里面的格调养到自己的内在，我们的书法就会进步。这个课就讲到这里。